哎，你怎么会？好，你先说。这听起来挺无聊的。我在广告牌上看到你，我还在想你会不会记得我。 Of course， 你不是去了美国吗？你不是很穷的吗？还好，我挺幸运的。 我去，我是小豆的女儿。之前你在问关于我们的女儿，真的是太疯狂了，但也让我开始在想。 如果你跟我一起走的话，那我们假如一个结局，我们每天就会在一个很小、快要倒闭的洗衣店洗。想清楚，如果你不是认真的，请不要给我这种希望。 你觉得我很软弱是吗？多年前，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爸总是觉得我的心太软。也许当时他是对的。 你说过，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世界，我们都在里面绕圈子。这我明白。你和我都在这个地球上活了这么久了。I know you are fighting because you're scared and confused. I'm confused too. All day. What the heck is going on? But somehow, this feels like it's all my fault. 我总是看到事情好的一面，那不是因为我天真，而是必要和需要。这也就是我的生存之道。I don't know. The only thing I do know is that we have to be kind. Please, be kind, especially when we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我理解，但你不是一个服输的人，我又何尝不是？只是我们选择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尽管你一再让我心碎，我想告诉你，如果有来生，我还是会选择和你一起包睡，开洗衣店。Raymond，算了吧。 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追忆醒。给我一个机会，好吗？